Super.
Thank you.
So you can't. Thank you.
什么保护树，一声令下，抬头去死。使劲一捏，要捏碎那胖子师弟的咽喉，结果发现竟然没有用。那胖子师弟也奇怪，刘师兄，你怎么不用力？用力啊！被刘栋尧捏着咽喉，依然说话自如。刘栋尧大怒，拼命用力，但还是捏。一时间汗都挤出来了。那胖子师弟疑惑的摇摇头，原来刘师兄你这么弱，我以前真是白那么怕你了。这么说着，一巴掌扇了过去。刘栋尧猛抬手去打，结果胳膊直接被撞断。然后那胖子师弟的大胖手结结实实扇在他脸上，他的脸瞬间扭曲变形，牙齿和着鲜血飞射而出，身体则如旋转的风车似的不停旋转着，爬起撞到远处的山壁上，把山壁撞出一个大窟窿，陷入进去。瞬间满场洁净，安静的落阵可闻，特别是跟着刘栋尧的那几个人真的是目瞪口呆。他们本是天机洞府的弟子，无论对刘栋尧还是对那胖子师弟都太知恩之地，那胖子师弟应该在刘栋尧面前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，结果刘栋尧对那胖子师弟一点反抗都没有，反倒那胖子师弟打刘栋尧跟大人打小孩似的，打得不要太惬意轻松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们才离开短短一天时间而已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剑锋仙山的陆畅中看到这一幕，无懈地摇了摇头。这种小弱的弟子实在太弱了，弱得不堪入目。看他们相斗，完全就是残疾无法。就这样的小菜，也想加入剑锋仙山，想什么呢？是水面之，是真的水面之。山壁里的刘栋尧忽然大喊，他恍惚一下清醒过来，发现身上沾了一点那胖子师弟所吃东西的碎屑，拿下来闻了闻，和他在剑锋仙山主大殿里闻到的水莲汁的味道完全一样，非要说有些不同的话，就是味道更加纯正，只是这么闻一下就深受一场，赶紧放进嘴里，那点碎屑迅速化作一股清爽的气流融入四肢百骸，身上的伤处瞬间愈合，身上也多了许多力量。这个时候他终于明白，那胖子师弟吃的就是真正的水莲汁，而且是那么奢侈的，左手一个右手一个当饭吃，这是剑锋仙山掌门都不敢想象的奢侈啊！太奢侈了，太暴殄天物了，不禁激动大吼，水莲汁，那胖子吃的就是水莲汁。猛地从山壁里跳出来，指着那胖子师弟，这家伙不知走了什么东西，竟然得到了真正的水莲汁，快抢快去杀！一听这话，那胖子师弟吓了一跳，赶紧把吃着的水莲汁往身后拿，气呼呼地说，他们都有，为什么要抢我？刘栋尧直接噎住，结结巴巴地问，是什么？他们都有，以为这是漫山遍野随处可见的野菜，还有这是传说中的灵草吗？剑锋仙山的掌门得到一种都珍惜的跟什么是天机洞府中的都有，这可能瞪大的眼睛看着蛋疼啊，你们都有水莲汁，谁说不是的？丹等笑了笑，从怀里拿出吃剩一半的水莲汁，我们都在吃水莲汁，天不会被你给打倒。我对身后众弟子说，不是外人都拿出来继续吃吧。这话一出，那些弟子都拿出水莲汁大口吃下。刘栋尧放下我们，这是大白菜，那么多还真是人人都有啊。好天舔了一下嘴唇，急声问，你们都是从哪里得来的？一个弟子一边嚼着水莲汁一边笑着说，师兄大大，每人都有，我就说都快吃腻了。刘师兄，谢谢你啊，多亏你鼓励大家离开天机洞，你们如果不走，我们每人
是望尘莫及。听了这话，柳动瑶直接一口老血瞬间到了嗓子眼里。听这个意思，他们如果没走，他们也有问。这可是水莲之，就因为他们没提天机动，错过了这天大的机会，也彻底便宜了留下的弟子。每人分到那么多水莲之，都当了满事。终于明白，为什么他连天机动最后的胖子实力都打不过，肯定是这水莲之的关系。本以为未起天机动，成功搭上剑锋仙山是占了多大的便宜，现在发现简直会死了。有这么一株水莲之，等级绝对会提升，更别说五六株。跟着他那几个人也都抱住了脑袋，懊悔至极。我要水莲之，这就是水莲之的一门。柳动瑶正是计划，疯了似的向林芳飞进一个师妹冲过去，要抢那师妹手里的水莲之。那师妹柳眉一竖，背起师门的无耻之徒，给我死远点。一挥手，柳动瑶直接倒飞出去，跟着柳动瑶那几个人忙飞身去接嘛。结果才碰到他，就觉得强大的劲力传来，那些人都鲜血从空中跌落下来。他们终于发现，才只一天不见，这些残暴的师兄弟师姐妹已经让他们望尘莫及。刚才大师妹一直懦弱，因为太笨，经常被大师姐雪飞人骂。结果现在倒好，只一挥手，他们这么多人都接不住，都重伤。那些人摔成一团，相互的站起来，相视一眼，都懊恼的想：咱们都做了什么？柳动瑶咬牙，谁能想到那个土鳖师徒会有这么大的手笔？他绝对是个傻帽，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，还得到这么多水莲之，却把这么珍贵的水莲之给分给天赋绝佳的弟子研究吧。我要你，我想要你。你要背这个子，要他这个子，他还给我们背哎。谢谢关注啊。机会，你肯定会后悔。苏雪莹
不是法，他可不是好惹。中年居士性格更是厉害的很，怒场中打门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剑锋仙山十二长老之一怒场中，我对你不心的是你的不幸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怒场长当着我们这么多天机一次面威胁我们时，你是我们丹鹏瞪着脸喝了一声，怒场中一笑，就你们也有资格让我放在眼里。你们不过是我会因为一宿就会被眼泪的等待，只把自己当白菜。别说你们，这是你们干的什么东西事，我你盘吃也能让他们沉醉。听了这话，天机洞府众弟子真是怒了，纷纷呵斥：你个老家伙说什么屁话呢？管好你的嘴，不然我会帮你喊烂的。马上道歉，满足我们师父饶恕。一时间真的是群情激愤，他们都受了萧天过大的恩惠，萧天给了他们完全不敢失望的机缘，所有人都对这个师父感激涕零，哪怕被萧天不能恼火，眉头都不会皱一下。别说对面是剑锋仙山的长老，就算剑锋仙山的掌门前来，对于他们师父，他们也会拼命回应。长总的等一下，不禁苦笑。没想到你们这群老弟还挺有脾气，看来我只能让你们回个眼。一生余情，欢迎百度网友啊！今天我们这边刮台风，下着雨啊，我们今天就在家，没也没出去杀了。要不然出去钓钓鱼，杀杀网啊！真是缺脑子，一个陆府和一座仙山实力有着天壤之别，想必让他的攻击那就是螳臂当车，一乱即逝，只会死得更快。在这么想，突然万红的当中突然倒转，直接向他反扑过来。陆场中脸色大变，我操，什么情况？第481章持续进攻。场中真是没想到，一个小小的洞竟然有人能把他的攻击拿回来，这简直不可思议。可现实就在面前，再不反击回去，那刚刚就要把他死死。不由大吼一声，我看你能抵挡多久，依旧挥动要把那刚刚再拿回去，结果这么挥动依旧，那刚刚根本没被反动，依然向他冲。场中有些慌，不敢再那么拖沓，忙双手平推，千里推动。终于，那钢锋被他推得出去，但刚才一番手忙脚乱，早已落在刘东耀他们眼里。他们实在是傻了眼，他们曾经的师傅难，竟然把剑锋仙山十二长老之一的陆场中引到了这个位置。对于他们师傅，他们是了解的，先出五天，并且拿到天赋的上限。已经没有进步的空间，而剑锋仙山十二长老是一个赌场中，更基本的都得先出七阶了。丹鹏拿什么对抗赌场中？现实是丹鹏真的抗住，还把赌场中弄得手忙脚乱。这大致丹鹏已经知道这个玩法，可以看到了。又有提升，突然想起水炼之来，对了，肯定是那别给的水炼之让丹鹏突破。从而有了和陆场中对抗的能力，因为水炼之连那个胖子师弟都今非昔比，更何况丹鹏。这么说来，那水炼之真是太牛逼了。而这些水炼之本来他们也有分，结果却傻逼的离开，从而错过了这辈子最大的机缘。想到这，简直懊恼的想大哭一场。那边战斗还在继续。陆场中才把钢锋推回去，丹鹏就给推了回来。陆场中没办法，只好大吼一声，再次推回去。竟然和个小小洞府里的修士打成平手，这让他实在脸上无光。但没办法，已成了相持的局面，任凭
下来就会消耗。很快，两人的先帝精神损耗，额头都冒出汗。路长中狞笑望着丹娜，我看你这个小小动物，你的老东西能坚持多久？丹娜说：“至少比你这老东西坚持的久。”就连也配和我剑锋先生的长老比？哼哼，剑锋先生的长老听着牛逼，但也不过如此。过者啊。好嘛，欢迎啊。这么说，刘栋要说的是真，这些家伙刚才正在吃水电池，人手一本，这是特么什么奢侈待遇，连他们剑锋仙山都不敢想，是他们剑锋仙山的掌门都达不到这个水准，这是个什么妖孽动物？怪不得这个动物的始祖大王真有这么好的本领。他的双脚慢慢沉入地下，双脚还在巨大的压力下缓缓往后滑落，劣势已经出现了。对面丹藤却神态轻松，与身边的弟子说：“来吧。”那弟子忙把水莲池放到他嘴边，丹藤嘎吱又咬了一口，精神再涨，嘿嘿一笑：“又来见。”心里远远不过，大鼓刚风越发向路长宗这边压来。长宗心态彻底崩溃，丹藤一边急不时迟的水莲池，一边跟他打，这还不难，继续下去他肯定会输，还可能会被耗死，眼下只能赶紧从这消耗中脱离出来才行。再不敢跟丹藤继续僵持下去，大吼一声，全力往前猛推，只听轰的一声，刚风被剧烈挤压直接炸开，散的气流化作飓风往四面八方奔去，周围众人都被吹得颤抖不假，纷纷后退。刘栋尧他们等级最低，更是不明白，要不是被一棵大树挡住，直接就被吹倒了。他们满脸惊骇，从没见师傅丹藤这么牛逼，竟然逼得陆畅宗主动脱离。陆畅宗不敢继续僵持下去，其实就是认怂。他们一向低调，甚至有些懦弱的事，这完全是行径了。丹藤把衣袖往后一甩，挥一手而过，这才被这般压背击中。他对战剑锋仙山的长老，竟然完全不过下风，这在以前绝对想不敢想的事，感觉不过吹嘘一辈子。周围众弟子也觉得精神振奋。先前那么多师兄弟因为害怕剑锋仙山而离开，现在他剑锋仙山，师傅就能挡住剑锋仙山的长老，师祖还没回来。好，有弟子忍不住大声叫好，其他弟子反应过来，也纷纷喝彩叫好。陆畅宗大叫一个气，他竟然在一个小小的洞来，绝对是以前从没有过的耻辱之事。况且对面竟然大声叫好，更是又急又气。本就先帝消耗过，气息不稳，刘备则顾不及，禁不住嗓子一甜，顿时有鲜血涌出来。虽然赶紧闭上嘴巴，还是有一缕鲜血顺着嘴角蜿蜒而下。陆长老，你吐血了！刘栋尧发现，忍不住吃惊的喊。陆长宗瞪着他，真是马虎不开提哪壶。本就很没脸面，这家伙还大呼小叫的吐血。嫌他不够勇是吧？刘栋尧却
纯粹是在陷阱前装的关心的场合。不知道你真不假。这么说扯着自己的嘴角。就在您嘴角好多钱。陆长风差点起风吼了一句。你到底有完没完呢？这么说嘴里是什么？娇滴滴的高手，陆长宗气的咬牙切齿，满脸狰狞。我看也真的该死了，该送你们上路了。把手一拍，恶眼泪，黄风卷着落地，把柳动瑶和他身边那几个人团团围住。柳动瑶大惊，失声喊：“陆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当然是干掉你们几个。你挂机啊！陆长宗恶狠狠。不是你们几个废物翻到剑锋先生去挑唆，我岂会有今日之辱？柳动瑶他们彻底慌，赶紧跪下求饶。柳动瑶更是着急地说：“陆大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们长得很欣赏，还要给我机会加入剑锋先生，我是你们剑锋先生的准弟子，您不能杀我。”吴长风冷笑：“真是想得美，我们掌门怎会欣赏你这种背信弃义的白瓜脸呢？”实话告诉你，来这里之前，掌门亲口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那个啥玩意儿？啥的玩意儿？自己一条玩玩的啊！平时不，其实怎么说呢啊？自己做的这种感觉不一样嘛。嗯。醒醒吧！把手一转，围在柳动瑶他们周围的黄土过年几句手足，握住了巴黎马线呢。那些人喊人慌忙转望向岸边，哭着哀求：“师傅，救救我们，救救我们啊！”单疼单疼，我为什么救你们？当初你们离开的时候，师傅就说你们离开之后就和天地不再没关系。既然没什么关系，还以为是三碗呢。三碗三碗啊！要是站稳的话，那个单尸的那一种嘛。而且如果是站稳的话，都是接这个单扣的，不接这个双扣的。单扣的它可以活动的，如果像那种有大鱼进去了，它那种是活动扣的，和这个还不一样。咖啡不如他和你附近的哥哥啊，应该没什么胜算。这天机动布置的太多水炼纸，抢得下人，索性带领战士回去，小然后召集剑锋仙山更多高手再来报仇。这次确实有些低估天机动布的实力，但剑锋仙山一旦动真格的，天机动布还是会被夷为平地。但能见他冲向苏雪影，不由沉了一惊。喝了一声，保护师傅。来云岩荒原之后，他还没见过
小的牛仔必须保护好苏雪莹，不然的话狗就会直接消灭。天机洞府众弟子也知道苏雪莹的重要性，纷纷要去保护苏雪莹。这时陆畅总带来的八个高手出手了，马首一指披剑破，然后发兵剑直冲下来，在天机洞府众人的去路上数长一排，剑锋平张。那八个高手齐声喝了一句，八柄长剑立刻先力迸生，释放出澎湃的光，光幕互相连接，成了一面巨大的墙壁。天机洞府众人完全被挡住，但彭丹青一掌拍上去，那光幕却只是颤抖一下，竟然没有任何损伤。丹鹏实在急了，大声怒吼：“给我全力攻破这破半夜！如果是师傅出了什么事，咱们都一头撞死算了，还有什么两件事？”大家也都着急，各种武器齐出，全力攻向南光。但剑锋先生已经这一说自完，这一说自完了就不稳。这招用剑锋先生的名字命名，中剑气强大，硬是把天机洞府众人挡住，前进不得。而在此时，陆畅宗已经扑到苏雪莹面前，望着苏雪莹的俏脸，嘿嘿一笑：“美人儿，你是打算主动跟我走呢，还是我把你掳走？告诉你，我如果把你掳走，可能会冷疼你多。”苏雪莹冷冷地看着他，沉声道：“你刚才说我老公算个屁。”老公？陆畅宗愣一下，这称呼是何意？苏雪莹说：“就是我夫君。”陆畅宗笑了：“在我面前，在我们剑锋仙山面前，他确实算个屁。”没说错。苏雪莹冷哼：“你承认你说了就好。”陆畅宗大笑：“我承认又如何？你这么娇滴滴的小美人能把我怎样？用你的小粉拳把我捶得全身发冷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那赶紧来吧，不要因为我年龄大而变心，赶紧来吧。”这么说着，挺着胸放肆地往苏雪莹面前走去。苏雪莹一脸恶心，手指一指，十二把小剑顿时喷射而出，直向陆畅宗打去。陆畅宗满脸笑意：“美人儿，你的绣花针可伤不了我。”把手一挥，就要把那十二小剑打飞，结果呼一片血花飞溅，十二把小剑尽皆从他的胳膊上穿透过去。陆畅宗大惊，这才意识到这美女的攻击力实在吓人，他刚才看起来随手一挥，其实胳膊上并结了心底心红盔甲，寻常刀剑根本伤不到他，但那十二小剑竟然轻松穿透他的膀，然后穿透他的胳膊，无人之境。这个攻击力，这个轻松程度，让他猛然惊醒。卧槽，这个娇滴滴的美人才是天机洞府的第一高手，绝对比那个丹鹏强得多了。一时间真有种捅了马蜂窝的感觉，脸色都瞬间苍白。你的剩余听书时长已不足30分钟，打开番茄小说可提前免费获取更多时长。第483章，被自己惊喜到。陆畅宗再也笑不出来，眼看那十二小剑穿透手臂之后，直奔他的心口而来，慌得赶紧后退，用尽全力后退，再怎么全力后退，都被那十二小剑穿。快来帮我！陆畅宗竭力大吼，但那八个手下正全力阻拦天机洞，众人根本腾不出手来帮他。再说，也根本没想到，剑锋仙山十二长老之一的陆畅宗，竟然连个娇滴滴的美女都打不过，还以为陆畅宗要占尽便宜。听到陆畅宗的呼喊，忍不住转头去看。就在这时，呼呼声响，跟着陆畅宗一声惨叫，就见那十二小剑快如闪电，纷纷穿透陆畅宗的身体。也就是说，陆畅宗连苏雪莹一招都没接住，就被干掉了。那八个高手下了地，这美女就这么强，而他
各有种子的。在顾客的经历成的建筑平台迅速的观测的场景以及涌向苏雪影。苏雪影脸色一寒，把手一挥，十二小剑迎了上去。几声低响，十二小剑迎面穿透那八个高手的场景，然后又飞快穿过那八个高手的身体，几乎眨眼间就把剑锋仙山的人尽皆击杀。当剑锋屏障消失，安藤他们看过来，战斗已经结束。不禁咂舌，他们这位师傅是不是太猛了？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就直接游戏结束了。丹藤还好，知道苏雪影天赋好，又知道萧天最疼惜苏雪影，肯定各种好东西都往苏雪影身上归。天机洞府那些弟子是不了解苏雪影的，看苏雪影名利不爽，还以为是个花瓶。这下真的是彻底刮目相看，干掉剑锋仙山的长老五彩斗笠，太惊人。是呀，你没事吧？丹藤愣了一下之后，赶紧过去问候。苏雪影微微笑，你还是别叫我师娘了。就丹藤这个年纪，须发皆白的叫他师娘，实在有些别。丹藤放下，利益不可缺。以前他还有些尴尬，不愿直接称呼师傅师娘，但现在亲眼看到萧天和苏雪影的实力，绝对心悦诚服。师傅和师娘叫起来，也丝毫压力都没有，抬手竖起大拇指。师娘，你刚才的表现简直让我们敬畏天人呐！苏雪影轻轻抿嘴，其实我也没想到我竟然这么厉害。他都被自己的表现吓了一跳。刚才出了山洞，看到剑锋仙山的高手前来，说实话，他很紧张。萧天给他各种灵草灵果，他一直在修炼，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等级。这一出手，才发现原来自己这么牛逼了。丹藤干笑，师娘是好像。苏雪莹问他：“你知道萧天去了哪里吗？”丹藤一怔，师娘和师傅同居一室，也不知师傅去了哪里。苏雪莹摇头。我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在，心里不禁担忧起来。他和萧天毕竟来自凡尘俗世，对这云巅荒原不熟悉。萧天突然不知去向，会不会有什么危机？正有些着急，忽然看到远处飞来一个人。虽然还离得很远，但苏雪莹一眼认得出来，那就是萧天。赶紧飞下，迎了上去。果然是萧天。苏雪莹禁不住一下抓住他的手，有些嗔怪：“你这家伙一声不吭的去了哪里？”萧天一笑：“出去才练过。”苏雪莹越发嗔怪：“几声就离开，不危险啊！万一碰上这荒原上的高手怎么办？”我发现这云点荒原的高手大多是强灵弱，根本不讲什么道理，万一碰到他们会很危险的。萧天挠了挠头，别说，他还真遇到云间荒原的高手了，还是祖师级的高手，遇到了五个仙山大派的祖师，但似乎没什么危险，反倒多了四个徒弟，一个徒孙。听到没有？以后不许一个人到处乱跑了。苏雪莹瞪着眼睛，很严肃地说。萧天笑着说：“行，听到了。”和苏雪莹一起落到了天机洞外面，丹藤赶紧带着众弟子安静。白介师傅，那声音不但响亮，而且恭敬，而且感激。如果没有萧天给他们发的这波水电之鼓励，助他们实力大涨，面对突然袭来的剑锋仙山，你猜的你再吓我了，元哥。喂，你确定你在吓我了？萧天等于救了他们一命。都起来吧。萧天转头看看周围，打斗的痕迹相当明显，而且剑锋仙山众人还有两个重要，他们的尸体都还在。不禁问：“这里发生什么事？”苏雪莹忙说：“剑锋仙山的人来了，
心情诧异。苏雪莹瞪着眼睛，很严肃地说：“赶紧。”萧天笑着说：“哎，天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”和苏雪莹，你猜定在做吗？我确定，我确定。你们我没有从哥我你妈个来别那个人不能拉死你啊哥。我妈妈我不会父母的儿子。那声音不但响亮而且安静。而且感激。如果没有萧天给他们发的水电之福利祝他们实现大事。面对突然袭来的箭他们肯定会吃亏。甚至可能都死在这里。萧天等于救了他们一命。都起来吧。萧天转头看看周围，打斗的痕迹相当明显，而且剑锋仙山众人还有柳动摇他们的尸体都还在，不禁问：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苏雪莹忙说：剑锋仙山的人来了。萧天诧异：这么快？丹藤赶紧禀道：都是因为叛出天机洞府的那些叛徒，是他们带着剑锋仙山的人杀来的。萧天苦笑，还真够败类的，背信弃义就罢，还落井下石，他们忍了。丹藤说：“已经被剑锋仙山的人杀掉了。”萧天点头，倒是省得咱们动手呢。丹藤说：“剑锋仙山的一个长老死在了这里。”估计这个梁子是彻底结下的，剑锋仙山肯定还会派人来，派更多的高手。怎么怕了？萧天瞥了他一眼，丹藤摇头，不怕，有师傅在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因为师傅你，我成功突破天赋上限，晋升先初七阶，还和剑锋仙山的长老打了个平手。这辈子有如此辉煌的成绩，死而无憾。萧天撇嘴。你还真够容易满足的，为什么想着死呢？活着不好吗？依我看，你绝对还有进步的空间，更大的辉煌在后面呢。丹藤忙低头，师父教训的是。敢问师父，咱们是继续留在天机洞府，等待剑锋仙山的高手前来，还是前往他处暂避锋芒？我猜得不错的话，接下来剑锋仙山会派出更多高手，并且至少会有三名长老压阵。萧天哼了一声，避什么锋芒？接下来咱们直接打到剑锋仙山去。是，听师傅的，打到剑锋仙山啊？打到哪？剑锋仙山。丹藤剧烈咳嗽起来，一张老脸涨得通红。484章，如此阔绰的师傅，天机洞府众弟子也被萧天这话惊到了，目瞪口。到剑锋仙山，就凭他们天机洞府，就凭他们十几个人。要知道，剑锋仙山占地数百里，门下弟子过万，这是一个体量的吗？不避剑锋仙山的锋芒也就罢，还要直接打过去，这不是以卵击石吗？简直就是找死啊！萧天扫视一圈，都怎么了？我的话不好使了。丹藤回过神来，忙说：“师傅，您的话我们当然要听，但这事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？”萧天撇嘴：“如果我说，咱们不但要打到剑锋仙山，还要让剑锋仙山的掌门跪着迎接，你是不是觉得更夸张？”丹藤再次剧烈咳嗽起来，这已经不是夸张，而是异想天开了。真怀疑萧天这次出去照了两，头脑发热，好半天干笑一下。师傅，要不要？要不要从长计议一下？萧天眉头一挑，看来我的话真不好使啊。不，丹藤连忙摆手。师傅，您的话当然好使。师傅，您一句话，我们跟着您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转头问身后众弟子。大家说是不是？那些弟子纷纷附和。是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萧天给了他们一辈子都不敢奢望的机缘，这辈子都没那么阔过，把水电池当饭吃，而且还在仙山大派剑锋仙山众高手面前扬眉吐气。有了这番经历，不管怎样都值了。
就算为了报答萧天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又怎么了？豁出去了。萧天满意的点点头，这才像点样，像我的徒子徒孙。这么说着，伸手到背后的药篓里，把那一大堆大大小小的灵果拿出来，笑着说：“去剑锋仙山之前，再发一波福利。”随手把那堆灵果丢在丹藤面前，发下去吧。丹藤一愣，忍不住问：“师傅，这是？”萧天笑了笑：“我出去采的野果。”丹藤点头：“也好，给大家做路上的干粮。”低头去拿那些灵果，忽然一股清香扑鼻，瞬间身心如洗。丹藤吃惊：“这是野果？谁家的野果有如此效果？”忙仔细看去，这一看可不了得，直接一声惊叫，跳起两丈多高。萧天都被他吓了一跳，瞪了他一眼：“我说你这老东西做什么？已经一丈了。”丹藤指着地上的灵果，声音颤抖：“师傅，这是野果，你确定？”萧天撇嘴：“再野外采的不叫野果吗？”丹藤差点憋死：“再野外采的就叫野果啊，这哪里是野果，分明是传说中稀世罕见的灵果，满地星雨。因为太罕见太珍贵，甚至被列入仙品之列。结果萧天竟然称呼野果，丹藤都替这满地星雨觉得委屈，产生说：师傅，这是满地星雨，奇珍灵果书籍最后几页的压箱底的仙品级天才地宝。”这话一出，就是满地星雨，满地星雨，真是满地星雨。师傅说是满地星雨，为了师傅这些话。欢迎哥们啊。
把这个晚上补一下的啊，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啊。
肯定不如你好。你说的是严重点态，为了维护你这个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师傅，便说不要这么荒诞的话都说得出口，麻烦你要面对行吗？难逃大吉。师傅，你怎么就是不信呢？我说的是真的。师傅不但给了我们一个的这件事，还给了我们。你怎么会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水电池单挑大发的法吗？单能念佛？对了，水电池差点都是念佛，单挑气的脸都红了。你这个混蛋，你知道水电池是什么吗？你知道多么名贵吗？单能念佛，我当然知道，还有更名贵的呢。师傅还给了我们一大堆满地星星。单挑去念咳嗽脚，指的是单能。又继续剧烈咳嗽，咳嗽的都要上火气，丹藤要帮他挨开，却被他一把推开。咳嗽了好久，丹条直接跪到了地上，满脸脑袋，双手抱头。当天呢，我天机动，何其不幸，居然交到了这么一个满嘴谎言的红颜无耻之徒手里。我天机动，要完了，要完了。丹藤伸手拉，师傅，你误会了。我说的不是真的。单挑立刻把手放指着他，厉声怒斥：“你这混蛋东西，再把我当白痴过，我立刻杀了你！”可我说的是真的。单能抽泣不已，单挑不自语点，还嘴硬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就把你那都吃腻了的水电池和满地青鱼拿出来一点，让我这老东西。我打人，给我打生意。别雷打。是。
相机，
其中如果您想出三条不管错，一来如果去烦恼，天气不好处理的都在路上，一时间很受挫。这些蠢货怎么这么不识好？我经历数百年沧桑，入了园林，想把他
说完，举起笔，活着的背了起来。男子忙看向萧天，萧天笑了一下，好吧。带着胡雪莹背了起来，当堂也带着众弟子飞身而起。单挑背后，见大家都追随而来，总算有些欣慰，微微点头。这才想跑。不过看到萧天和胡雪莹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他完全把萧天和胡雪莹当做了惹事精，居然砍杀了剑宗仙山的长老，这不是把整个天启宗置于毁灭之地？当年的教训实在太惨了，他只是和一个仙山大派的女弟子相恋，就差点害了天启宗全军。这两个家伙大毛竟然直接杀了剑宗仙山的长老，此去剑宗仙山绝对九死一生。自己这条老命活下去，也要为天机宗保留一点传承。不过这两个祸害必须借着剑宗仙山的手除掉。一行人在南岛的追捕下，倒也没有多长时间就赶到了剑宗仙山。剑宗仙山的掌门宝座上，无常正坐在那里，把手使劲拍着眼前的暗器。他去把剑宗仙山所有值钱的宝物都拿来。他如此发火，气急败坏，连剑宗仙山的掌门小弟王都胆战心惊，动了动手。老总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忽然要跑步做什么？孤掌调查，我因为眼前险峰，错过了天大的机缘了，现在只能尽力以赴，希望还来得及。小弟王震惊，连剑宗仙山老祖都是我天大的机缘，那该是多大的机缘？简直不敢想象，心里实在好奇。敢问老夫，这是什么样的机缘啊？屋上瞪着大眼，这是你这个红色的鬼吗？赶紧给我把所有能看得上眼的宝物都上来，我要亲自挑选。少帝王连忙点头，不敢再过问，病人赶紧把剑宗仙山所有宝物都搬到主公那边。就连他刚找到那株水莲枝都不敢私藏，也摆到了姑娘面前。第488章，礼物难选。姑娘起身过来挑选，拿起一件就丢一件。好，不好，这件不好，这件也不行。太不好，赶紧拿过上面。小地方小心的问：“哦，你要送这礼物吗？”姑娘不耐烦的点头。知道你来了，小地方吃惊地说：“这里的宝物可都名贵异常。”哦，您怎么都不满意是？屋上横着一声：“不是我不满意，是那个人肯定看不上眼了。”那个人？小地方愣了。那个人是谁？屋上有些尴尬，不过还是说：“是以前名不见经的，那忽然跳出来的一个奇人。”这次不是五虎士对手吗？这家伙忽然出现，令出其他四个老龙皆生气，他们都受到了剑出使一剑。小地方大惊，那四个老家伙都突破了，怎么突破的？那几人每人给了他们一颗灵果，他们就突破了。小地方越发吃惊，什么样的灵果竟有如此魅力？胡尚书，我回来查了遍地，那灵果似乎是满地星雨。什么？满地星雨？小地方直接惊叫起来，完全忘却了掌门的这个技能。姑丈耳朵都被震得生疼，气得更加难以。你那姑想叫什么？小地方跟上了发火势，完全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。哦，满地星雨啊，那是满地星雨啊。因为灵果飘到仙山时，那飘到仙山就因为找到了一株满地星雨而开出厉害，强势崛起，至今依然雄霸龙鳞之南，威胁诛仙山之上。这满地星雨找到一株，那就是一粒大大小小的灵果，足以让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门小派一夜崛起，笑傲天下。他越说越激动，完全情难自禁。姑丈气得给了他一巴掌。给我安静点，有点吵，那样。小地方尴尬，不过还
笑一方松了口气，还好还好，
也把咱们剑锋仙山拱手相送吗？说到底还是老左你有骨气啊。赞叹的竖起大拇指。老左，我真是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。第489章活色生香的宝屋。屋上尴尬的都能用脚掏出一片楼阁来。老左，您怎么不说话呢？笑一方讶异，他知道的，孤上很喜欢被拍马屁，他如此拍马屁，孤上应该很高兴才对。但看孤上的脸色，脸皮涨红，红里带青，太不正常了。老左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笑一方忍不住又问。孤上摇头，没什么问题。笑一方半信半疑，同仇敌忾地说。就因为那口东西给老左您的满地兴趣太小，老左您的等级才没突破的吗？这话一出，孤上吓得一掌打了过去。你这混账，说谁有东西呢？下意识的四处乱看，生怕被别人听去。这话如果传到萧天耳朵里，或者传到其他四个祖师耳朵里，可就糟了。特别是那四个祖师，就等着找个借口把他干掉，顺便吞掉剑锋仙山。敢辱骂师祖，这个罪过足以让那四个老家伙动手的。不，对萧一鹏来说，应该给萧天叫太师祖。这家伙竟然敢骂太师祖狗东西，绝对大逆不道。萧一鹏还没意识到这点，很是委屈。老左，那家伙比别人的满地星雨那么大，偏偏给您的满地星雨那么小，骂他狗东西怎么了？孤上大惊，再次一掌拍了过去。混账，那是你太师祖。啊，笑一方懵了，他堂堂剑锋仙山掌门，怎么辈分忽然这么小呢？太师祖，这个太师祖哪里来的？目瞪口呆地望着孤上，孤上的脸再次涨红。但生怕笑一方再那么没大没小的，只好咬牙说，以后再不可对我说的那个欺人不敬，因为我已经拜他为师祖。啊，笑一方的声音直接高了八度，很沙眼，很猛逼。那四个老东西不都是拜师吗？老左，您怎么还拜了个师祖？刚才觉得那四个祖师竟然拜那人为师，很没骨气，还以为只有本本老祖有骨气，没有拜师。结果倒好，没拜师，结果拜了个师祖啊，直接比人家矮了一截，还不如那四个老东西。孤上越发窘迫，大吼：“还不是因为我嘴欠，冒犯那家伙吗？”告诉你，拜这个师祖还是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，人家差点都不收。笑一方有些崩溃，不是吗？拜人家为师祖还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，你那是什么表情？孤上一巴掌过去，冷喝：难道你觉得我做错了吗？笑一方连忙摇头：没有，老祖您做的都是对的。孤上冷哼：如果不是我当机立断，即使来了这个祖师，你现在已经见不到我了。笑一方忙说：老祖算得好，老祖胸怀宽广，目光万里，愿意拜那人为师祖，实在是大家的荣幸。孤上气得给了他一脚：这个时候就别拍马屁了。指了指面前的宝物：赶紧帮我挑选礼物，我要突破仙初十一阶，还指望？笑一方干笑：只有这个办法吗？废话。孤上冷冷道：原本还能寄希望于低路之夜，但现在低路之夜已经没了。况且就算还有低路之夜，低路之夜也差点一次，50年才长出来一次，还有五个祖师相争。50年，又50年，我都等了多少50年了，也没突破。但师祖只是给那四个老家伙的满地星雨大一点，救助他们突破的。在咱们看来，千难万难的事，在师祖那里就是小事一桩。想让我突破，太简单了，关键是让师祖高兴才行。笑一方忍不住喃喃道：这么说的话，这家伙简直是个神人啊。
那是当然，不然我会拜他为师父，真以为我膝盖那么软吗？笑一凤心想，人家四个老头是拜师，结果您拜了个师父，这是什么光彩的事？怎么还听出点得意的感觉了？姑丈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，一巴掌过去，傻愣什么呢？赶紧帮我挑选礼物。我可告诉你，那四个老东西卯足了劲，拼命讨好师祖，都想把师祖请到他们的仙山去。如果师祖被他们请走，我就一点机会都没有。所以必须在他们之前准备好礼物，前去拜见祖师。笑一方连连点头，赶紧帮姑上挑选礼物，忍不住把自己的心头中那株水炼枝小心地捧起来。老总，您看这个如何？姑上不爽地翻了翻白眼，师祖都能把满地星雨当野菜，会把你这么一株不成熟的水炼枝放在眼里？笑一方微微脸红，倒也是，眼睛转了转，笑着说，老总，您想没想过送那家伙？我是说送太师祖更加活色生香的宝物。姑上皱眉，什么意思？笑一方咳嗽一声，您不记得我收的那个关门弟子水清秀了吗？姑上一愣，你说那丫头？脑海里不禁浮现起一个窈窕之际的身影。笑一方问，太师祖身边可有佳女良伴？这倒是没看到。笑一方一笑，修炼之徒和气漫漫，难免寂寞孤单，若有红袖添香美人抚琴，岂不添了许多情趣？姑上拍手大笑，这个主意好，我看就把那丫头送给师祖做个贴身婢女好了。原本他还不好意思把师祖的称呼叫出口，但现在慢慢也习惯了，他必须时时恭敬，毕竟其他四个祖师可都对他虎视眈眈，万一那四个老家伙在这剑锋仙山暗设反攻，知道他对师祖不敬，他们可就有理由动手。他现在不到仙初十一阶，绝对的软柿子，谁不喜欢捏软柿子？那四个老家伙太有对他动手吞并剑锋仙山的动机了，甚至可以说现在是萧天在绑着剑锋仙山。如果不是萧天承认他这个徒孙的身份，那四个老家伙完全没有顾忌，早就动手。姑上把手一挥，去把水清秀叫来，我要好好叮嘱他几句。笑一方答应，立刻派人去叫。剑锋仙山的巍峨山门前，天机洞府众人道，单挑当先来吧。才落地，扑通，直接跪在了那里。490章，帮了大忙。山门守卫见，不由呵斥：“你个老家伙，做什么呢？”单挑惶恐俯首，额头贴地，颤声说：“老兄，老朽率领本门所有弟子前来负荆请罪。”还请大人通报进去，给我们一个祈求宽宥的机会。那守卫沉声问：“你们做了什么？”这。单挑趴在那里，惶恐害怕，实在不敢说。那守卫再次问：“你们是哪个门派的？”单挑颤声回答：“我们来自天机洞府。”天机洞府？那守卫吃了一惊，他还记得柳洞要他们前来挑唆的事，并且知道剑锋仙山十二长老之一的陆畅宗已经带人去了天机洞府。按理说剑锋仙山长老级的高手都出动，天机洞府应该早被夷为平地才对，怎么还剩下这么多人，并且还来了剑锋仙山？不禁问，难道是陆长老让你们来的？他最终还是高抬贵手，给了你们请罪的机会。单挑小心的抬头干笑，那倒不是。那守卫软喝，给我说实话，别想骗我。如果不是陆长老高抬贵手，你们有来到剑锋仙山的机会？
恐怕早已化为齑粉了。单挑一颗心，砰砰乱跳，终于还是鼓起勇气，咬牙说：“陆长老，他已经死了。”什么？听了这话，那守卫实在吓了一跳，眼睛瞬间瞪得铜铃似的。剑锋仙山的长老竟然在个小小的洞府宅，这绝对是以前从没有过之事，骇人听闻。单挑赶紧说：“啊，这不关我们天机洞府的事，真的不关我们的事。都是因为两个外人，是他们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杀了陆长老。请贵派明辨是非，找真正的罪魁祸首在哪，不要牵连了我们。当然，我们天机洞府没有及时搭救，是我们的失误，还请恕罪。”那守卫瞪着他，厉声怒喝：“你再说一遍，陆长老死了？你确定？”单挑吓得浑身乱抖，好像筛糠似的。千真万确。忙回头看到萧天和苏醒坐的地，赶紧抑制：“就是他们杀了陆长老。大人，别让他们跑了，赶紧抓住他们，交给贵派掌门处置，为陆长老报仇。”那守卫却脸色惊慌：“你个老东西，他们都能杀掉陆长老，你让我去抓他们，不是让我去送死吗？”单挑赶紧说：“他们肯定是用了卑鄙无耻的手段，各种暗算，各种使诈，才侥幸杀了陆长老，绝对不是真正的实力。大人，您作为仙山门派的守卫，对付这样的宵小之徒简直太容易了。”“真的那守卫还是不敢轻举妄动。单挑忙说：“大人，我们天机洞府可以辅助大人的。”忙对丹腾他们冷喝：“听我的号令，把这些卑劣的男女围起来，绝对不能让他们逃了。”他这话说的掷地有声，却不想丹腾他们每一个动。单挑急得跺脚：“你们做什么？这是咱们唯一和这两个惹事精划清界限，并且向剑锋仙山表明诚意的机会。我告诉你们，不抓住这个机会，剑锋仙山雷霆阵你们一个都活不了。”丹腾叹了口气：“师伯，你赶紧消停点吧。”单挑大怒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没看到我在拼命拯救天机洞府吗？你把天机洞府置于毁灭之地，我不赶紧出手，定将万劫不复。”再次用命令的口吻冷喝：“听我的号令，把这两人围起来。他们敢有任何异动，格杀勿论。”这次同样没人鸟他，特别是天机洞府那些弟子，甚至看都懒得看他一眼。单挑急了，转头对那守卫说：“大人，还是您亲自动手吧。”“听我的，没错，您只要出手，绝对可以轻松擒住他们。”“你确定？”那守卫还是有些犹豫。他是知道陆场宗实力，一想到这两人干掉了陆场宗，就忍不住心生怯意。单挑满脸笃定：“大人，我十万分的确定，擒住他们对您来说就是小菜一碟。别忘了，天中大海的高手，随便出手，对于这种小洞府的喽啰来说，那都如惊天霹雳一般，根本不可能挡得住您的雷霆之威。”被他这么一番吹嘘，那守卫真有些飘飘然起来。对呀，怎么说他都是仙山大派的弟子，对于这些小洞府的修士来说，完全就是高山仰止的存在，收拾他们还不是手拿把攥。想到这，胆气倍增，把手中长戟一抖，瞪着萧天和苏雪一眼：“你们两个胆敢杀我剑锋仙山的长老，拿命来吧！”挥动长戟，凶猛地扑向萧天和苏雪一眼。单挑对天机洞府众人激动大叫：“都看好了，看清楚了，这就是仙山大派的可怕实力。好好长长眼，知道点天高地厚。”双眼敬仰地望着那守卫，准备好好欣赏那守卫的雷霆一击。那守卫身在空中大喝一声，手中长戟向萧天当头砸落。萧天没动，苏雪莹却早憋了一口气，看单挑把剑锋仙山吹的都无敌了似的，屈指一弹，一缕仙力迸射，砰！
千里撞到厚重的长戟上，单条冷笑，旁里大撤。话音才落，他那长戟竟猛然折断，折断的长戟还反向打出，正好打在那守卫身上。噗，那守卫狂喷一口鲜血，身体倒飞出去，哐当撞到后面的山门上，把庞大的山门都给撞得猛烈颤动，几欲倒塌。然后那守卫从山门上翻转摔落，落地之后再次狂喷一口鲜血，脸色如纸，已经爬不起来，单挑饿着，激动的余韵还在眼中荡漾，整张脸却完全僵化。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如此仙山大派的守卫出击，还不横扫他们小洞里所有人吗？怎么被个娇滴滴的美女给干翻了？你这老东西诓我，看我不弄死你！那守卫满腔怒火，强行用半截长戟撑地，要起身找单挑算账。本来他根本不敢轻举妄动的，都是单挑一顿忽悠，硬是把他忽悠晕，真以为他出手就能搞定。结果被打得这么惨，都怪这个可恶的老匹夫。第491章，一名普通弟子而已。单挑连连摇头，不可能，不该是这样的。剑锋仙山的守卫怎么可能打不过一个来路不明的花瓶美女？这里是剑锋仙山啊，这守卫是仙山大派的守卫吗？那是寻常小洞府的修士可比的吗？忽然眼睛一亮，似乎明白了怎么回事，忙看向那守卫：“你是你们剑锋仙山最弱的修士对吧？你是不是平时偷懒懈怠，还吃喝嫖赌，荒废了修炼，所以才这么不堪一击？”那守卫实在没想到，这老家伙不但坑了他，还这么损他，简直把他损得一无是处。偷懒懈怠，吃喝嫖赌，这是把屎盆子强行往他头上扣了。实在太过分了，气得大叫一声：你个该死的老匹夫！狂喷一口鲜血，竟然气得昏迷过去。不过昏迷之前，奋力把手中的半截长戟掷出，那半截长戟掷到了山门旁边一处凹槽中，不偏不倚插了进去，长戟插入，击破响动，跟着漫山都是金铁交鸣之声，声音激越宏大，到处响彻。单挑停了，不禁爆头：坏了坏了，这是剑锋仙山的烽火连声，警示剑锋仙山有外面武器，咱们被当作敌人，这下谁也活不了了。回头愤怒地斥责天机洞府众人：都是你们不听我的话，才让事情变得不可收拾，你们说现在怎么办呢？虽然也有些微慌乱，但还是说，大家稳住，有师祖在，没什么问题的。单条使劲一拍额头：小藤子，你这是被他忽悠瘸了。把手指向萧天：我告诉你，天机洞府今天毁于一旦，你要负最大的责任。萧天撇嘴：如果我带给了天机洞府从没有过的荣耀？单条大怒：这都要全军覆没了，还想着什么荣耀？你在白日做梦吗？话音未落，周围山峰有人影纷纷而来，开始还如鸟群一般大笑，很快到了跟前。天机洞府众人被团团围住，对面之人少说也有数百，一个个杀气腾腾。单挑看到这一幕，一屁股坐到了地上，喃喃道：这下彻底没指望了，彻底没指望了，剑锋仙山的护山精锐灵机营出动了。一时间面色如死灰一般，对面人群分开，一个白衣中年人背着手走出来，扫了萧天他们一眼，满脸轻蔑：就是你们入侵剑锋仙山？就你们这十来个人？刚才满山金铁交鸣之声，还以为来了什么强敌呢。单挑赶紧大声说：大人误会，都是误会啊。看着那中年人的样子，忽然又激动起来：大人，我如果没猜错的话，您是统帅剑锋仙山灵机营的十二长老燕绿云吧？那中年人瞥了他一眼：
我说还算你有点见识。单挑越发激动，林景仁真是剑锋仙山朱长老中最强的燕长老，我这些年云游四方，经常听说您的赫赫威名。燕略云冷笑，您以为这么拍我马屁我就会高抬贵手放过你们？单挑埋手，不不不，我是真心仰慕，真心的，今日得见尊严真是死而无憾。燕略云满脸古怪之色，搞什么？就你这样对我奴颜婢膝的家伙也敢闯进剑锋仙山？哎呦，你们闯到剑锋仙山来，莫非就是为了夺我燕略云的风采？单挑激动地说，我知道今天比赛我赢了，死在您手里我也算没有白活。撒完了，燕略云哭得笑，听我说，你已经引颈待死。转头看向萧天他们，你们是不是也放弃反抗等候处置了？萧天笑了笑，我有些不同。有什么不同？燕绿云问。萧天说，我要让你们剑锋仙山老夫亲自下山来跪着把我引进山门。听了这话，燕绿云脸色巨变，太狂了，还真是从没见过如此狂妄之人，不禁怒吼，你在找死吗？单挑已经吓得全身瘫软，捂着脸恨不得根本没听到萧天如此狂言，根本不认识萧天这种狂徒。萧天冷笑，不对，我放尊重点，那是你们在找死。燕略云皱眉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听萧天这语气，感觉地位完全凌驾他们剑锋仙山老祖之上似的。丹藤忙说，他是我们天机洞府的祖师。燕略云一愣，跟着气笑，天机洞府的祖师？一个小小洞府的祖师敢到我们剑锋仙山来猖狂，还让我们老祖跪着迎接，这是在花样作死吗？不能不能不能，我提的说第一名，你把那个来就对我去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天机洞府肯定会在他手里，果不其然。你老外我尽力了，对对对，有点才能走，有点才能走，这样好吧的。不是，这是年日的事，怎么对得起创建天机洞府的先辈？忍不住闭上眼睛，你帮得干，一切就此结束了。他看出来，燕略云已经彻底被激怒，再没回还的余地了。燕略云确实恼了，把手一挥，给我干掉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！你是在才新来的吗？从远处陡然飞来十数柄利剑，耳濡了的关，这里关，直奔萧天而来。山内单挑扔出来，这是剑锋仙山林继颖罕见的出场了。但见不是林继颖，但我还记得远程击杀的形式，以心力为名，拔剑自出，快于闪电，远程偷袭，效果极佳。杜金成，刚才的守卫是个例外。这才是剑锋仙山真正的实力，都绝望了。话音才落，一人冷喝，休要偷袭我们师祖。天机洞府中弟子一个月又拉了两兄弟，空中身形本转，如惊小二没招啊，一吸毒手上更如带了磁铁一般，把飞来的剑气尽皆控制。卧槽，单挑一愣，这女人哪里蹦出来的，竟然连剑锋仙山灵机营盘剑部的攻击都能挡住。燕略云也惊到了，失声道，你是何方高手？那女子冷冷道，我只是天机洞府一个普通弟子而已，但谁敢动我们师祖，我第一个不愿意。把手一甩，那些剑气直接原路返回，比盘剑部用仙力弹射出来的剑气速度更快。这个不是那一片惨，很见不众人说全军覆没。卧槽，单挑很猛，这女人真是天机洞府的弟子还是普通弟子？只手灭掉剑锋仙山灵机营，还弄二千没事，你这那看是灰干的，那那是不是逼？到底什么来头？第492章，如此丝滑柔顺，送个重力给他们。燕略云怒喝，
眼睁睁看着谭健不被个名不见经传的女人灭掉，真的是又惊又怒，急着找回场子。一声令下，天色陡然阴沉下来，众人忙抬头就看到一块巨石从空中击落下来，那巨石有十丈方圆，足以把天机洞府所有人砸成肉酱。落得低了，能看清原来有人在上面操控那巨石。巨石越是下落，速度越快，眼看就要从众人头顶砸落。丹腾就要出手，一个声音忽然响起：“我最喜欢玩石头，陪你玩玩。”原来是那个胖子师弟。那胖子师弟纵身跃起，把鼓鼓的肚子一顶，竟然直接把巨石顶飞回去。控制巨石的修士一下没挡住，被巨石撞倒，一口鲜血喷出，随即断线风筝似的跌落。那胖子师弟接手巨石，又是掌推，又是脚踢，又是屁股顶，把那块巨石捂得团团转，完全就是在空中表演杂耍似的。别说单挑的，就连燕月云和他的灵机影众人都看得目瞪口呆。又出来一个高手，这个小小洞府里到底隐藏着多少高手？众位环弟们，那胖子师弟耍够了，屁股一撅，把巨石直接撞向燕月云，保护首领。灵机营众人赶紧阻拦那巨石，但那巨石太大，速度也太快，冲击力可想而知。只要敢挡在巨石去路上的修士，无不被撞飞出去。一块巨石硬是撞飞了十几个修士，然后还是撞到了燕月云面前。燕月云真是气坏了，这到底是谁的主场啊？衣袖猛地一挥，把飞来的巨石打飞，跟着怒喝一声：“留杀一个不留！”丹腾也喝了一声。天机洞府众弟子听着，师祖的符力发了一波又一波，是时候回报他老人家，让他老人家看看效果了。众弟子齐声领命：“是，师父。”纷纷冲出，迎向周围的灵机营修士。那个架势完全就是虎入羊群。对，天机洞府这些弟子如下山猛虎，反倒剑锋仙山灵机营的精锐完全被压下去。哪怕他们人数更多，但场面上看完全僵持不住，很快被追着打。单挑大张着嘴巴，仿佛变成了一尊石雕。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真的假的？没开玩笑吗？天机洞府众人竟然压着剑锋仙山的精锐打，这到底是一群什么妖孽啊？